回家了一点，刚好回家是有二大国刚好过世。对，我印象深刻，我们就在那个殡仪馆那边在折那个纪念宝的时候，是我本来不想那时候讲，但他已经开口了。那我对我的父亲就是他问我什么就有求必应，当然也不敢顶罪，所以就一点一点讲。然后他也是很沉稳，然后一直到我们那边结束之后回家，我们那天聊到快天，聊很久。你还记得商量，然后就签了这个等于是卖身契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后来还问了大家签了几年，他比较重视的是那个时间吧，因为他说这就是我讲到的，对，父母不外乎就是担心，所以他听到那时他就问那时间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前面这几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他是希望，他只是希望你可以跟他商量，可是我那个时候反应是照我以前成长的一路这样走来，如果我跟你商量的话，肯定是开始步骤讲，今天也不会在这里跟各位媒体记者大哥们说话。对，目前现在可能还在考公务人员，有，对，也有可能是，或者是已经是上班族，在一个什么公司上班这样子。对，哇，所以这也真的是这一条演艺路上，其实爸爸帮你把关了很多。对对对。那他怎么样？后来听说是后来你有一些小有成绩，然后有作品出来，就是让他看见了。他才比较放心，是不是？其实主要应该是，金马先生那个时候看转播，因为我们家其实有看三金的习惯。对。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他发现我竟然有这机会可以参与金马奖，他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工作好像有让他觉得有那么一点，好像不是，而且是站到一个台湾数一数二的舞台上。对对对，他一直以为这是玩票性质，因为是玩票性质，就是很担心我不稳定这件事。啊，对，好，问过吗？就没有表情。妈妈有跟我说，但是他说就是说他没有表情。啊，所以他不会干涉说你演什么样类型的角色题材？不会，他只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后来有花一点时间跟他聊，他用电话。对。他只说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学坏啊，就是不要学坏。好，还是回去跟我们做，只是，哎，爸，我知道你年纪大了，就是比较老一点，然后，就是这几年回去有觉得你的比较活泼一点，然后就开始反思，就是，照顾一个儿子长大，然后我知道你很怕我会学坏，然后想要把我教好，然后有的时候你很想要夸我，但不能说，应该会得内伤吧。但我知道，然后我还在努力说。有一天可以做到，就是你发自内心好像禁不住了，想要跟你说，哎，陈彦霖你很棒哦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成功了。啊，我觉得这一刻真的很难，你都快内伤了，你刚刚都说爸爸内伤，病到内伤。其实我今天是扮演着那个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今天扮演的是那个。小伟没有写啊，不能这样啊。医院的主治大夫，你待会拿健保卡批假去领药了。你要对妈妈说，就一点都不难，对不对？妈妈应该稍微轻松，因为我其实跟我妈沟通没有障碍，虽然她脾气不太好。对。那你不会叫妈妈帮你去跟爸爸讲两句？哦，他们会说啊，可是。跟亲口说还是有落差，但我觉得真的很棒。好，私人送你一箱卫生纸。卫生纸，对。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参与公益活动上面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呢，一边可以去透过你的爱的话，不像我，就是可能我爸在花莲这么远。那你们当下就可以去做，就是如果你现在看到我跟你说的话，如果你有被感动的话，你当下就可以做。其实他们应该是会蛮开心的。好，那我们也再次谢谢。好 ，OK。
好，再进来一点点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记者会是有史以来讲话比较，就是音域压低一点，然后稍微正经一些，而且没有讲那么多屁话跟干话的一天这样子。好，让我们树先移开来，然后验明跟大家。哎，刚刚你们工作有没有把这个画面录起来，然后待会传赖给彦明的爸爸？我觉得经纪公司的老板应该要做这件事情，这样子，然后让大家看见说，哎，其实爸爸真的可以放心这个孩子，这样子。我单手放口袋。好。单手。好，拇指也放进去。对对对对。哎，好好好。左边那一个。好。你知道我最大的心愿当然是想把你发片来这样子，但是我找不到任何的理由，所以我昨天晚上打消这个念头。后来我也想过说要不要来视讯啊，或者是打电话给他，可是我怕场面一发不可收拾，没有办法结束。好了吗？